前呢，同仁堂是第七次在世界中风关注日发起同仁关爱防中风系列活动，用一份长达353年的育药传承，守护生命之花，守望健康生活，守卫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位市民远离中风威胁。咁但系事实上咧，身边亦都好多唔少嘅朋友咧，系年轻嘅时候已经系会有中风。咁所以咧，举办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咧，系等我哋要知道，其实呢个风险离我哋其实非常之近。全民免费搭电车日活动正式启动。同仁堂今天的同仁关爱防中风活动，就是用实际行动在践行助力特区排解民生忧难。同仁堂打破了制药不出金的传统，来到了这个城市，这片土地，扎下根来，服务国计民生。这既是北京企业的荣誉，也是北京企业的光荣。